有一个上一期嘉宾留给两位的一个问题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挺有意思的，请看大屏幕。来，请播。那我这一刻应该知道我是谁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谁。于是我就大胆的跟你请教一个问题，是这样的：有一天小明啊生病了，啊到医院去，啊他的朋友就来看他，大夫也来了，啊突然小明的朋友跟大夫就离开了，请猜一首世界名曲。大夫和小明离开了，对。世界名曲的歌词，世界名曲就没有歌词哎。世界名曲就是他唱的歌的歌词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为什么呢？朋友和医生一起走啊？对，朋友医生。